哎，大家好！哎，刚游泳回来，跟小鳗鱼聊了个一个来小时，这孩子给我普及了一遍这个什么淘宝啊、拼多多什么怎么回事，这些东西给我讲了一遍，我这大致明白不少事儿，整的有点懵的状态啊。我这也得感谢大家，因为这个有不少朋友对我不满意的，还有不少朋友支持我的。支持我朋友挺多，这给我出了好多主意，我这还没回复完呢，后台里还有挺多信息没回复完，早就回了一大通了。尤其有个网友跟说的话，就我笑死我了，告诉侯嫂，你说你捧个金饭碗要饭吃，你现在减肥这么成功，你为啥不卖那个减肥药啊？你就卖减肥药，多有说服力呀！完了，还有好几个朋友，就是那个想说要我卖加拿大的那个东西，说你卖国内的这个东西吧。加拿大的一个是我不会英语，还有一个你得喜欢呢。我卖东西，我想挣点钱，但是我关键第一得喜欢呢。那保健品啥，一个我是不喜欢，我也不懂，我就不想整它。那玩意儿是挣钱，可能被注意，卖一瓶就得挣个10-20块钱，70-80块钱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整过，瞎说的，反正。我这卖这个玩意儿，卖这点东西，这什么辣椒酱啥的，这些东西，我卖那个衣服，那黑格那个裙子带波点领子，那卖一个是挣6.8块，完了那个裙子是挣十几块钱，那个十几我忘了，那个挣的多，挣十几块钱，那个让我下架了啊！这个还有好几个朋友问我说怎么下架呢？那个拼多多上有，人家网友说拼多多上便宜，完上拼多多上买吧啊！刚才我也问了小鳗鱼，拼多多是咋回事，我也大致了解了一下。还有就是我挂那个橱窗里头那些床单啥，那是我真喜欢的。我告诉你，就那个我挂那个床单，那白的我买了一套200多块钱。藕丝那个我还没买，我正打算买。因为啥时候回加拿大那边的时候，我买几套我带了，因为我那屋楼上啊什么的，以前我搁加拿大那边买都比它贵一半，还没有它好。我有一套绿色的那个床套，那是两个枕头和那个一个就床盖呀。那在老外那店里花了200多块钱，花了230多加元，你算230多合多少钱了？合1000多块钱。这国内又便宜，质量又好，这些床品，你说我能不喜欢吗？我喜欢我挂了吧，就是没人买，我自己看我也高兴。就是我那屋买床上铺那我买是花300多，米色的，但是后来我找不着了。我那原来都搁淘宝买完，我这个一整这橱窗里挂，想挂的时候没有了，找不着了，不会整。完了，这个藕丝之前我就想买来的，后来我一看跟那个床那个浅米色，就那木头原色有点不相配，完了我就没买，我就买那个米色的了。我挂的东西是我喜欢的，我用过的，还有那个吹风机啥的，我都是我买的，还有那眼头发水，含金量那个，那是金星做广告，我这头发就是搁那个眼的，我用的挺好，它自带刷子的，完了我这个我买的我挂上的，这个东西都是我用过的，我才整，我不是瞎整的。我这等这个大面包呢，到今儿还没到。我寻今儿早上我都没吃着面包，我寻整那个面包来我好吃了。完该下架的我就下架了啊，那衣服我也下架了。这比拼多多卖的贵，这玩意儿这个朋友买了，要是有买的那个嫌贵的话，可以退掉它啊。我买都给烂买，这两天我其实买了好几样东西都不合适，我又退了。今天我退走两样东西。一个那天买那个裙子衣服真丝的，我拿回来一看飘轻飘轻，那小领我挺喜欢，完了那种深蓝色也不行，我一穿上像那个什么老古董似的，后来我就退了。完还一个那个扫地机器人也是不好使，完我这就都退了，这两样东西我就往后我也不想买东西了，我就是反正这几样东西我寻思我开始我用我说撤掉算了，完那么多朋友说你该挂你就挂，也鼓励我的。鼓励我的也有，反对的也有，反正这大家就各抒己见吧啊！我这个人呢，反正我好玩，我跟你讲，我好玩，我稀罕的东西我愿意整的，我要不稀罕东西我就不愿意整的。这个人各有志，也避免不了。这玩意儿也说多了也没有用哈。反正我这么大岁数，我就想按照我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。我今儿想这个了，明儿想那的，我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。跟大伙说，我不是循规蹈矩，说这就这个那个搁家里相夫教子那样。我可能觉得我正是因为我这脑瓜一天像那什么似的，一会儿蹦家蹦这儿，一会儿蹦那儿去了，不着头不着尾的。我好玩，好溜达，我想自己挣点钱，然后够我自己花。哎呀，昨天这个是有时候一写心沉重了，寻思
我能赚点钱，顶替猴哥，那是妄想，那是别想的事。我就反正我在国内我花，我愿意玩，我能挣点钱，能够我花的，我就挺开心的了。零花钱啥，因为这个东西都便宜，便宜质量又好。你说我能愿意整老外的东西吗？我跟你说，就是搁外国，我这些年我也没吃保健品，啥保健品我也没吃，就吃过两回钙片，买那个孩子给我买一大瓶一大瓶的，还有什么维生素啊、鱼油啥，吃不吉利，三天五天完了我就撂那，后来我就干脆不整了。这说啥都有，说吧，朋友们，有一句话不说吗？啊，什么雷霆雨露俱是天，朋友们留言了，那也是对我的鼓励，不管是夸奖我的还是批评我的，都是对我都是一种帮助啊，也是那起码是看了。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啊！尤其这些还在鼓励我，还在理解我，还在对，还有挂那个鲜花饼，那鲜花饼那是我愿意吃的那个牌子的。那一天在北京就是吃那个叫什么民府那个烤鸭，那天那孩子上云南旅游回去带的，还给我三块呢，我带回来吃的。那个以前我就知道，我那个云南有朋友他们来回买，就买这个牌子。我这橱窗里挂35吧。那个淘宝上卖32，我看着了，那比那零贵3块钱。大伙儿，反正我这橱窗啊，我还挂几样东西，我自个儿没事我溜达溜达。完了也感谢这两天还有朋友下单买的啊，昨天还比往天还多呢。哎呀，这默默支持我的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啊。对，还有个朋友说我卖惨的，我卖啥惨了？我卖惨的话，我就那个猴哥上树，我搁下边，我喊哎呀，大家拿点钱呢，拿点钱呢，猴哥上树了。我卖啥惨？卖惨，卖惨，我就开出开那啥呗，开打赏呗。那去年多少个人，多少个姐姐、妹妹的就要给打赏打赏的，要开那个橱窗的。哎呀，这大家别把我想的是多高的人，这把我当成个什么精神的那个什么了。这回一下子看我一迈步，就觉得我吧唧一下掉地下了。完了，这个大家心里的这个形象粉碎。我本来就啥也不是，一个农民，我就原来就开了15年小卖店的啊。大家可别把我捧的那么高，我真不是啊。我这一迈步，就大家就觉得这个心里这个形象一下就碎了似的。还有说我像阿庆嫂的，我给你唱两段吧，阿庆嫂啊。我给来一段杀一个吧，吊个一啊，先来胡汉三说吊个一，来一段给大家乐呵乐呵啊，胡汉三说吊个一，吊个一，你的面子也不讲，阿庆嫂唱啊，自嘲的倒是一度当风的枪。新四军就在沙家浜，这个大树有阴凉，你与他们常来往，想必是照应安全又安详。司令，忘想起来，好了，献丑了啊！说我像阿庆嫂，我得来一段，看这造型像不像？这个袖子短了，我只有这一个斜坎扣的衣服，像吗？给个赞啊，朋友们，给个赞啊，给赞啊！